然后醒来之后，再也看不到你。做我的儿子，他必须得听话。我不想像你这样虚伪的活着，我要去死啊！那就滚出去，自生自灭！滚！我相信一点。或许他有死亡的念头了，我想变成石头吗？都，跟我一起走。周六晚间9点，《死神少女》。